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大白呀。那么咱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玩这个《轴胆僵尸杂交版》。上一次呢，咱们是把这个挑战二给打过了呀，然后咱们今天就自然来把剩下的一三都给打过吧。那么咱们话不多说，开始咱们的挑战一。啊，这个是上一次是一不小心误触了呀，没事，咱们重新来开一局。哦，这次还是固定卡槽植物是吧？行。然后植物有这些，好，有豌豆许愿池，然后有裂口拿汗头，这已经很明显了啊，就是花475阳光直接种下这么一套，就是一套搭配。咱们等车过来啊，等车靠近一点。哎，就是现在。再往前点，哎，我操，忘了，不应该铲，不应该把那谁铲掉的，不应该把这个 VIP 剑我铲掉的，留着它长大了之后就有那啥了，留着它长大之后就有阳光了，一妈的！哎，怎么能套路呢？先骗一下成员啊！现在应该可以动猫砂吧，感觉阳光差不多了。那何止差不多，差好多呀，都已经够用了。先把威胁铲掉。
现在的缺点不是阳光不够，反倒就是有点 CD 跟不上了。哦，原来，啊，行吧，倭瓜还能这样，可以。哎，看见没有，它长大了。哎，铲，我阳光呢？不对，一般来说不是会有阳光吗？难道不对吗？哎呀，代码。高贵的代码，我都没注意到水路居然来巨人。哎，拦不住他吗？我记得。应该是能拦住的呀。现在已经基本不需要什么防御了，已经赢了。哎，挑战一就是这样，基本上挑战一都不会太难。
还是得管一管。哎，少见的整齐了呀，队伍！我才发现，原来队伍少见的整齐了，下轻轻松松。图层，来，咱们来打挑战三啊！小小的啊，那这关基本上就是迷你僵尸呗。那、啊、都几岁呢？很小很可爱啊！我看看啊，女王不能少，阳光豆不能少。有大兵车，而且咱们这个地好像也不能放地刺啊，那就只能是这个带着炸弹带上，那就只能靠输出了呀，那就真的只能靠输出了。这个应该没有矿工吧，看着好像没有矿工啊，以防万一还是带一下，怕万一真从哪儿不知道从哪儿地方冒出来一个矿工。其他的就是灰烬植物呗，拿着这个夜晚以防有那个墓碑啊，我再拿这个小盆菇，哎，好，结束，果然有墓碑，行吧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血量，僵尸的血量也变少。那就代表着僵尸的进攻节奏会变快呀。现在阳光就不能花了，得攒着，攒到第二个向日葵女王出来。我来管一管这个武王吗 ？OK， 第二个。这就第一波了。防线得快点建好才行啊。哎，别砍，操你大爷！哎呀，
给一个就行。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那个大兵车生成的巨人也是小的，如果是大的那坏事了。那我带这个魅惑菇是不是没啥用啊？哦，哎，第二波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消耗战呢，我的天哪。这就最后一波了，感觉好快呀。感觉今天的关卡进行的格外顺利啊。然后就结束了。那么至尊 VIP 坚果这就算是拿下了。哎呀，感觉除了挑战二以外其他都还行啊，挺简单的。那行吧，既然拿下了那也就没什么好说。这期视频居然到这了，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呢，别忘在视频下方点赞硬币收藏关注。我是你们大白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